从人间选拔的神仙，经历过世间疾苦，比起坐下弟子，更能体恤百姓，为百姓造福。弟子愿意跟随师父，勤学苦练，修道学法，帮助更多的人。小宝的命就拜托你了。小宝，你一定要坚持住。一直信奉朱君爱国，却不知君不是君，却如今也无法为臣。我现在自由自在，无拘无束，一切与人为善，顺其自然就好。回来，不要一错再错。圣人之言有听，但活得潇洒才是最重要的。如果我不能为百姓解忧除害，跟着头上的乌纱帽又有何用？无修道之人，请见左右。谁给太上老君看上，就杀谁！孽畜，休得猖狂！不这样做，怎样才能阻止太上老君？一起发现，你做梦。